实地了解一下，在疫情之下，我们的悉尼经营生意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一些生意经营的经验和理念。那我也邀请到了我们一位好朋友，是奥斯汀专门负责人安居服务的一位负责人，叫 Nick。我们一起来店里看一下吧。你好，欢迎。谢谢。那我们等一下就在这个现场看一下实际的经营状况。那之后呢，我们也会邀请店主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他现在经营的一些心得，包括他悉尼这边安居的一些感受，好吗？好的，谢谢你。然后我们严格保持了社交距离，因为现在在疫情之下，进来的时候也可以发现这边的椅子都已经摆起来了，因为现在维省有封城令，然后大家都要待在家，然后餐厅也不可以堂食，所以只能通过外卖的形式来维持生意的生意和经营。想问一下 Nick， 现在在疫情之下，你的生意受到了哪些影响？目前大部分奥斯汀的客户80%左右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受影响最严重的，目前看起来是出口贸易。因为出口贸易，国内的前几个月的封城令，所以说没办法能实质性的下订单，所以说咱们很多的做贸易的生意呢，就降低了他的营业额增长。对，还有一些实体性的，比如说美容店、衣服店，可能他们因为不是非必需品，所以说造成他们营业额下降。对，还有20%大部分的客户呢，他的因为这是疫情，反而他们营业额是属于一个倍增的姿态。比如说一些超市、便利店，也有一些香烟店，有一些瓶子店，瓶子店可能就是我们注射的，卖这种酒类饮品，这些专营店，可能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有一些行业，比如说，有一个客户，他是做进口的，健身器材进口，他这5天内就已经完成了30万了，这个属于连客户自己都已经觉得很吃惊，很意外。所以说，有时候疫情也是也能体现一个商机嘛。另外还有一个，还是要发展具体的生意行为。所以现在很多的小生意虽然受到了很多的挑战，那有一些小企业主其实也把这种挑战变成了机遇。看这样的情况下，有哪些生意是和大家的生活所需所相关的？对，然后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一下哪些生意可以继续进行。那像类似这样子餐厅的生意，我们看到了现在也不能堂食，只能外卖。那他们的营业额是怎么样的一个路线？很多的居民是不能出来，对，所以说大部分还是通过点像外卖的形式来订餐，反而他的营业额其实是没有下降，可能还略有一点点增幅。对，就是说对于做餐饮类的，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波动。而且其实没有堂食之后，可能也减少了服务员，是的，对这样的一些数量，大堂经理啊，对，然后他的支出，人工上支出也没有太高了。那如果目前如果说受到影响的一些小生意主，他们在递交申请的时候，移民申请的时候会受到一些影响吗？这个肯定会受到，但是呢，当然客户有问到，因为疫情，他的生意没办法，暂时终止，或者是因为大幅的减少，是不是移民局会有一个政策对他们有一个类似于豁免的样子？但其实是在我们的建议是在没有任何的移民局出来任何相关政策之前，这个生意行为还必须持有，同时还要一定要达到移民局的要求之后，才能获得这个移民局的申请，才能一定要想办法持续将生意继续经营，完成营业额。那现在188A 转888A 的这样的生意周期，也因为现在的疫情会有一些延迟，对吧？会给多一点时间。目前看来，第一个移民局其实还是在正常的上班过程的状态中，还是有客户获得了888签证，只是说目前的188A、B、C 三类签证的审理的
是已经审理到了2018年的11月和12月的。2018年的11月、12月这样一个案子。对。那个后期还要具体看移民局的一个策略。对，明白。那如果说第二年的营业额如果按照现在的预期，他觉得肯定没办法的话，那他可以说，比如说我做一年半或两年，为了达到这个营业额要求。可以延期。如果假设185S 主申请人的签证快要到期了，他可以向移民局提出一个延期的申请，这样使他的后期的时间能有很充裕。还有移民局一般会政策是再给一个两年签的。哦，有通过延期的方式来完成营业额的要求。那还不错的一个消息。那我知道你平常有时间的话就会造访各个我们去看他们的生意的情况，也关心他们的一些近况。那有没有一些生意是你觉得，哎，他采取了一个很好的策略，然后让自己的营业额维持甚至还上升的一些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就是说拿这家韩国餐厅来说，他第一个他加大了他的外卖的一个力度，同时呢，把他一些，因为他是做韩国餐，他可能有一些辅料，就是说，拌料、拌拌酱料，还有一些其他的韩国类的一些调料啊，或者半成熟品，它可以像泡菜啊，对，它可以做一些辅料，还是有很多的方式方法，还是有提高这个营业。对啊，办法总比不能做嘛。是的，是的，没错。那如果说我们不考虑疫情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以你的经验来讲，你比较推荐哪类型的生意给我们的新移民？其实这个是综合来考虑的，因为他要后期从客户的家庭、子女及后期转88i的主申请人到底是谁，正确做一个事情呢，更容易让客户融入这个社会，能了解这个社会，实际的情况，做一个生意的一个策略，或者说是一个计划。对，那有一些生意可能是在我省会特别受欢迎的，就像 Nick 刚刚提到的这个品子店，我们说的卖酒的，因为我发现在疫情期间这个酒的销售量反而上升了。是的，上升很厉害，而且优先酒店，优先专门品子店还限购。好，那今天非常感谢 Nick 跟我们的一个分享。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新移民朋友，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留言。那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加油，度过这次疫情。好，那我们今天也很开心邀请到了这家韩国餐厅的业主林女士。那出于自保护呢，我们就放出画面了，对吧？然后跟林女士分享一下，作为一个新移民来到这边选择的这样的一个生意，要达到每年35万的营业额，对你来讲是不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或者是在完成营业额的过程当中，您觉得比较大的挑战是什么？小孩子在这边念书，然后新的环境、新的学校，对你来讲，平衡家庭和工作之间，生意之间的关系上面，有没有一些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嗯，好，可以的。是，我们来这边以后选择这个生意，刚开始选的时候是因为离学校比较近一些，这样比较方便照顾家庭。对。然后选了以后呢，就开始运营，然后发现的话，其实从以前的163的20万到现在130万这样的营业额的要求，确实是挑战挺大的。这样子的话，你要花心思去了解这个客户群这一块的需求，对，然后怎么样提高回头率，对，然后怎么样去提高这个利润，对，各方面，当地市场的一个消费习惯要去了解它。对，然后困难还是有的，但是呢，我觉得用心的去做的话绝对没有问题，只要有资格能拿到185的人基本上都可以完成的，就看你投入多少。对，然后一个家庭方面的话，就是后面你生意经营稳定了以后，你要去优化你的这个个人的时间。对，然后怎么样去利用这个你自己的时间把它分配好。对，这样的话又可以照顾家庭，又可以照顾生意，对，然后听说在疫情之间，您的这个餐厅的生意的营业额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影响。那您觉得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这个是三月初开始就政府开始管控了以后呢，就预料到了后面肯定会比较难。那么每天都会关注这个政府方面的新闻，然后想到要如果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去应对。那么原来只是一个堂食叫外卖，现在呢我们想到一些的原材料或者更成熟的销售，还有一些比较有符合韩国这个特色的一些干货，比如说像辛拉面呐、各种各样的拉面，还有一些饮料，还有一些生鸡汤啊这块的话都加上去了。然后呢在平台上也是因为搞了一些促销，我发现还是这个方式的话还是比较有用的。对，现在营业额的话比之前还高了。对，就尝试了一些新兴的这种市场营销方式。 对，所以其实因为疫情只是一时的嘛，在疫情过后有了这种新的一些商业模式的加入，营业额可能还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对，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林女士跟我们的一个分享，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顺利度过这些。非常感谢，谢谢您，好，谢谢，非常感谢，谢谢您，好，谢谢。